那简单跟大家做个今天去韩国展的小分享。好，第一个，很可爱吧？超可爱，而且超疗愈。它就是今天我去韩国展买的。然后还有一些贴纸，像是培根。这个礼拜买了一些小厨具，第一个就是这个隔热手套，就像常说是蛮常在用，对，所以就买了两个不同花纹。再来第二个，这个是厨房纸巾，它是可以也可以当做那种可抛弃式的抹布。就是它的设计很漂亮，就是这次在虾皮上有找到，就顺便买。最后一个就是它算是代购，这个是单锅，它算就是20公分的平底锅，就是一个人一人份。然后它这边木纹的握把，我觉得超漂亮。然后还有这个颜色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绿色。因为之前我在用的那个，因为放在就是公用区域，然后这边有点就是用久的痕迹，对，然后稍微有点，就是我自己有点稍微不太敢用，所以我就想说自己再买一个。今天的晚餐就决定吃辛拉面，然后这次是加鲔鱼罐头。Butterflies are floating like your red hair in the breeze. 好，读完这一本书了，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蛮好，就是值得推荐。就是可能之后我找个时间会再录，就是一个简短的推荐心得。大家最后决定背这个背包出门，因为要带的东西有点多，好，所以就去吃午餐，去搭车，然后等等吃完午餐应该会去咖啡店坐一下，然后
好想一下就是下午的行程，因为今天难得休假，只是因为早上有事情耽误到就原本的行程，所以就原本规划好的就不能去了，所以就蛮可惜，所以就要临时想一下就是后备的情况。我在里面的，然后听到我，而且他其他什么我不能听的。